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趁早要找你。在苦寒困苦无水的地，我的心最大孝念你，我的肉体切切羡慕你。只是请咱三甲来坐下，主要所说甲是咱的新的改变。新的改变，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，来助你的上帝。恳求圣神即时帮助阮，予阮逐人个心神、肉体拢会诚实全心来敬拜你。在伫天父处，阮会当诚做一家伙。恳求你也会当予阮同心，好好来经营阮个教会。伫遮，阮所徛起个所在，得着兴隆、荣光、你个名。我欲为着日日你所收束阮即世间个运势，做感谢个声。阮知阿爸爸上帝，你是万行好事。万行好意的源头，也为着你保守我的一切，感谢你。因为我知我的性命是无常，是脆弱的。外面的世界虽然满是意外、纷争，也是病毒，总是我悠然安忍伫遮。我的心要大声来讲出哈利路亚。我也要伫你面头前诚实告白我的软弱。我受着生活环境四周的试探、引诱、迷信。常常得罪你，高估阮家己，离开你的家事，恳求你为阮做一粒清气的心，让阮的内面有正直的灵，让阮会晓伫你光的内面来活，行你的道路。有在即个恭敬将阮达人的性命交托伫你手中，因为你是造物的主，只有你了解阮达人性命中阮的心思意念，阮的烦恼，阮的苦痛。阮的病痛，阮的辛苦，阮的无奈，你拢了解。求你照顾阮，怀抱阮，医治阮，也带阮行伫稳定的路，真实体验经历你永远无限的应允，让阮的一生拢得到祝福。阮同心安尼阿头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。今天咱所要读的圣经，才是
记载伫新约哥罗西人书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七节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七节，恁活伫因中间的时，也莫惊伫遮的。若是这点，恁也着拄记遮的一切的事，就是万分生气、恶毒、诽谤、甲嘴内变笑的话。第九节，无得讲白贼三遍，因为恁已经转去旧的人，甲伊的行罪。第十节，嘛有穿新的人，就是伫日换新，到得到财物，才有创造伊的一生。其中无有分别，希利尼、犹太、甲勒的、无甲勒的、化外的人、西古提人、最落魄的、自由的，独独基督是万物，各伫万物中。十二节，恁既然互上帝所拣，是神也得着听的，就用怜悯的心、甲仁慈、谦卑、温柔、吞顿来称。世事低密有遐险，就着三宽容、三赦免。亲像主把下面的恁也着安尼，伫遮个的表面着穿恁啊，就是完全的洁然。十五节，对乎基督的和平伫恁心内做主，恁受了真侪一体，也是为着这个，搁着感谢。对乎基督的道理伫人样的智慧充满伫恁的心，用诗、用歌、用神的句，三加四、三口肯，对稳定伫心内底营。但何乐上帝？第十七节，各凡所做的，或是讲，或是听，拢着立主耶稣的名来做伊，也对伊来感谢，被上帝。以上，这是咱三个来。